然后在我们的少女福尔摩斯，她选择了那个酒桶古拉格斯是吧？啊 ，gas， 好，然后他的 AD 是76 ，AP 是7，然后 AR 跟 MR 都是12跟30这样子。哦，在草丛里面马上看到了，我刚才忘记爆啊！就这样打起来哦，一个虚弱，感觉上就要 GG 了。这时候酒桶只要再丢出去，哦，没有，反吴王赛把反虚弱了回来，感觉上酒桶刚才只要再弄一下，那就会挂掉了啊！想说报名的流程。哦，我没有打算说英文那么烂，不要啦。你们英文好，你们跟他解释一下好不好？英文超烂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的 Gakas， 他身上只剩下两瓶红水，一根眼睛，一支蓝水。哦，近期都可以在家开始读不完，没错。教授很想下班哦，没有啦，没这回事啊。我跟你讲，要是要叫我讲英文，那个下一次啊，我们就，看看有没有实况组愿意跟我配合，他做到英文很好，英文很烂这样子，你就回答他们问题啊。哦，没有，下礼拜六才有了，今天已经没有了，今天已经没有了。你们如果一次要我开两天，就是要我命，像上个礼拜那样子，就是要我命啊。好，哦，对，上次小百就是被酒桶的 AD 打掉的，是啊。今天打，别这样，对，今天打不出七连胜，明天我们就要继续。可是你不要这样讲好吗？我不要加班。内容是啥？就是如果你啊，等一下，稍等啊，等一下，他们双方开始互动，我等一下再回答聊天室问题，因为我感觉上这一场会相当紧张。这时候嘉文已经开启他的红金链，哦，一个一插，这时候啊，这个打起来，不过我们的乌王塞巴就这样把那个我们的古拉格斯这样打掉了。对，看起来想硬碰硬，并没有这么简单，而且他身上还有个红金链，古拉格真的是完全就大意，结束。